是属于 oversize， 比较偏中长型的，而且呢穿下去一样凉凉的，版型非常的好看。最重要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？它是做这种中段型的拉链，下面这边是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穿短裤的话是若隐若现的感觉，里面要穿 bikini 啊，要穿 T 恤啊，要穿吊带裤啊，要穿我们的细肩带，全部都可以搭。白色就是整个若隐若现，漂亮的透哦。所以呢，如果呢你想要亮，你就买白。然后到了很热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想要遮肚藏肉，这一件很适合。然后呢，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衬衫的质感，非常的好，然后非常的滑凉哦，真的这样随便一披就很有那种若隐若现男友的感觉。